重要的岗位，他又说美国的肯定不要了。OK， 我觉得这样沟通一下好一点，好吧？然后这也不赚钱，对啊，这也不赚钱。那个，你看香港澳，香港澳怎么的？一打几十万进去，回头他妈的回了几千块钱。那行，那反正就是说，我还好。阿拉斯加是三个礼拜把整个口岛全解除了，没了，没了。